我也感受到各位星光的朋友们不断的在成长当中，我们并没有因为任何的外在的力量而去改变什么我们的初衷，所以我相信坚持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一个这么棒的企业可以日渐的茁壮成长，不是一天造成，所以啊，希望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，大家都可以再努力的再长大，长得更好，长得更漂亮，长得更茁壮，好吗？接下来我们唱这首歌。来自五月天，突然好想你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哦。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是
最怕朋友突然不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，突然好想你，谢谢。